分享饼干，他是大富翁，哦，他是老板。凯凯，你是老板。嗯。老板，你看我。你这样在做什么？哦，小心哦。哦，还有很多个啊，大家排队哈。还有很多个。哦，小心哦。哇，有朋友帮你推哦，等一下你就飞到外太空了。哎呦，小心小心。不行。黄明轩。不小心很重啊。不行。哇，怎么有水啊？你怎么拿树叶给我用湿湿的哈？嗯。等一下。哇。哇，怎么推的歪七扭八的？啊！哇，他力气太大了。力气很大。对呀。你要抓紧。哦。你的力气好大哦。我力气很大。不要，要不然不要。哦。哦，小心哦，你这是被他撞到哦，会被他撞到。哦。哦，怎么都变成这样子啊？奇怪。你们怎么每个都玩成这样子啊？啊，万一你帮他推啊？抓紧啊。哦。哦，换你推哦。哦，抓好哦，哦。